什么？哎，你们想哪儿去了？他是我舅舅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先起来的，他紧跟着就起来了。虽然起得艰难了一点，但是也不至于马上爬回去又睡了吧？该不会是你那什么隐士早茶把他吃坏了吧？喂，你可不许砸我场子啊！我的早茶是一流的。他会不会是生病了呀？有这个可能，他从来不请假的。你看看你，那么不关心你的舅舅，亏你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呢。你这样的女生啊，以后谁敢娶你啊？没人娶，总归会有人娶的。哎呀，你们继续斗嘴吧，我饿了，先去吃饭了。走。我约了别人，你先去吧。好吧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哎，你约了谁啊？你问这干嘛？随便问问啊。女的。哦，去吧，吃得开心。拜拜。拜拜。轩轩，你去吃饭吗？不了吧，我还有点事儿呢。拜拜，不如哥一起吃，走啊！我知道这家店也蛮不错的。吃完之后，我正好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吃吧。啊，走走。谁拽你了？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快！哎呦，我饿死喽！好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去上课吧。好好好好。夏新宇，你妈给你送东西来了。你不行，我去拿。叔叔，我妈妈走了，她有没有说什么？她叫我把鸡汤转交给你，然后就走了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叔叔。姐，妈送什么来了？怎么没看见他人呢？送鸡汤来了，人已经走了。你干嘛不好好在里面待着，跑出来干什么？我不是想看看妈送了什么东西来吗？我们家什么时候买了这个保温桶啊？怎么就一份呢？这哪够两个人吃啊？该不会是妈只给姐姐你一个人煲了汤吧？你瞎说什么呀？我减肥，来着，我进去了。你这好人，你得做到底吧。你别有了自己的亲骨肉都摸不着北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这手心手背啊，都是肉，都是我们家的宝贝儿。你说这一碗水端平能那么容易吗？哎，看到跟自己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孩子，肯定会多疼一点的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我才不管什么人之常情呢，反正这两个都是我的女儿，管她长得一样不一样呢，都是我们从小到大辛辛苦苦把他们俩拉扯大的，我都疼，都一样。你说的轻巧，这能一样吗？哎，一个是十月怀胎疼出来的，而另一个呢，
捡来的。嘘。行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在家别提这事儿，怎么搞的呀你？这，我这不是也是不小心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心里有数。这样吧，我以后一视同仁，绝不偏袒。总之，谁听话我就喜欢谁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记住了。当然，一定。说什么？不是姐，啊！我出去走走，别跟着我。哎，姐，姐！哎哎哎！你就让他自己静一静吧。也许高考压力太大吧。替你擦眼泪，哎，就像在磕流山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把你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。我讨厌他。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是你的自由，没想到我们五个人会在这里共处。如果我能选择，我也不愿意，但这是个非常时期，你的情绪应该为李芝让步。可你不会懂的，我摆脱不了他。我能相信你吗？那种被所有人都忽略的感受，那种在对比之下显得分文不值的感受，你会懂吗？你当然不会。你那么优秀，大家都爱你，你从来不受冷落，从来没有少过关注，而我呢？我的优越感都是假的，他让我麻痹自己，让我觉得从来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过。我有过被冷落、被抛弃，我都有过。当然，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要替我保密。行，
我段亦南发誓，这个秘密我绝对替你保守。可以说了吧？其实，我跟星辰不是亲生姐妹。我很怕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始终在假装自己是那个家里的一份子，但是每当想到自己身世的时候，我就像被吸入一个黑洞，无法自拔，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，所以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好的我不会再被抛弃。夏星雨，我一直在幻想着和自己亲生父母相见的时候是怎样一个情景，可是当他真的要出现的时候，我却慌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亲生父母来找你了？我是说可能，我不知道，一边是亲生父母，一边是杨玉芝，我该怎么去面对呀？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，可事情如果真的来了，却是怎么也逃不掉的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我一直相信这句话，我想他也同样适合你。他们当初那么狠心地抛下我，现在又回来找我，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他们还在找你，这说明他们还想认你啊，或者是想来看看你。他们当初把你丢下，也许会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呢。我觉得事情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应该生气，你更应该注重你现在的家庭，不要影响了家庭和睦。你现在也快成年了，你应该学会自己处理事情了。不管是骨肉亲情，还是养育之，我相信你肯定有办法做到权衡，顾全大局的。你怎么就相信我能做得到呢？因为你是夏星雨啊，女神大人，还有做不到的吗？好了，没事了啊。谢谢你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快进去。还在那里干嘛？快过来躺下，我帮你做检查。我还多久啊？现在不说这个。我现在就想知道。我们还在研究，但每天都有新的进展。咬伤你的那种蝙蝠已经从北美运了回来，我们尝试从它体内提取抗体，一旦提取成功就有希望了。啊，我还知道美国蒙大拿州也有一例这样的病例，那个女孩发病第53天，但现在依然在和病魔抗争着，一切都会有转机的，所以请你一定不要说丧气的话。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，不该是现在。不会的，不会是现在，命运正在看着我们，所以你一定要足够强大才能把它打败啊。可是我怎么跟生老病死斗？我在他面前竟然那么的渺小。不，你是我见过最强大的人，
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你夺走。那首聂鲁达的诗，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为了石竹和丁香，也不是去寻找蜜糖，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冲刺，去放火，看着险恶的世道是否敢向这四只手和四只眼睛挑战。你最喜欢的还记得吗？跟我一起努力吧，我会挡在你前面，拼尽我一切，放弃一切来治好你。你要相信我，相信你自己好吗？ Thank you, bitch. It's my pleasure. 混吧，就这样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向老师，明天的计划是什么呀？啊，去吧。姐，你要不要吃啊？我不要，你买吧。老板，给我那个酱牛肉丸。哦，好。哎，星辰。嗯。你买完自己先回去吧。那你去哪儿啊？我去那边买点东西。哦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见。没事。不好意思啊。刚才福利院打来电话了，说小雨的生母呀要见见我们呢。哎，这纸包不住火呀，那小雨啊迟早会知道的，只是我担心他们会不会要。是啊，我就担心这个。咱们生母能瞒多久就瞒多久。老辛，你在家吗？